大家好，说一说今天关注的新闻。最近呢，有一个影片啊，是咱们中国的机械狗挂载步枪，在外网，比如油管啊、CNN 等地方呢，有一点热度。我当然知道这个新闻在国内啊，其实属于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呢？我在抖音啊，我在这个新浪微博都看到很多的关于这只机械狗的评论，基本上呢，属于出口转内销。因为原始的这个片子呢，是咱们的 CCTV 拍的。之后呢传到了外网，于是呢有一些外国人呢他比较关注，比如知名的美国有线电视网俗称的 CNN， 他呢也进行了报道，十分惊讶于呢咱们中国的这种武器啊还是蛮厉害的。所以呢既然美国人惊讶了啊，我们的外国朋友们惊讶了，那自然有出口转内销的价值。于是呢这则新闻又被配合了 CNN 各种主持人呀他们满脸惊讶的表情呢啊传回了国内。这就是所谓的出口转内销。如果你只是 CCTV 自己原始的视频啊，可能很多人看了就看了，因为并没有超脱我们的认知的界限。你说中国造不出一个机械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这玩意儿呢，它是模仿的美国知名的机械人公司叫波士顿动力，基本一模一样啊。只不过呢，我们搭载了它相关的这个步枪啊，中国特色嘛。民间民用化可能还差一点，可以先军用化。而很明显的，美国对这个事情的看待啊，从版本上是整体落后于我们的。他们的机械狗固然比我们造的早，而且可能更先进，但是呢，如何进行更实际的实践可能是我们呢反倒是走在了前面。你瞧，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左边呢是 CNN 的这个主持人，满脸惊讶。右面呢就是机械狗，它背上呢固定了一个步枪，我相信这个步枪它的后坐力啊应该不会太大，因为太大的话呢可能机械狗啊它未必撑得住。而且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换弹怎么办，因为很明显这个弹夹呢是在下边这个拖把这儿，那假如打完一梭的对吧，怎么去更换子弹呢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啊。反正我不懂啊，我不知道这机械狗的体内有没有这个空间可以容纳这个弹仓也许呢可以为机械狗啊专门开发出一款步枪，这个子弹呢直接藏在机械狗的外挂的弹夹内，或者藏在机械狗的体内这样的话呢也许它的持续射击时间更长一点。而这玩意儿呢它也有好处对吧，它这玩意儿呢底盘比较低很可能步枪打它呀，因为目标比较小，命中率也就更低一些是吧，打那么个小玩意儿还是比较费这个注意力的嘛，体积越小命中率越低着弹点呢越少可以来稍微看一下这条视频。机械狗前部侦察收到。在模拟街区外，中方这款机器狗身形小巧，体重目标，并将侦察画面实时回传给指挥部。研训场上另一款机器狗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款100多斤的大只机器狗上挂载步枪，在操作员的控制下快速前进。在强击突入训练环节，多名恐怖分子持枪隐藏在建筑物中，在参演队员实施爆破后，机器狗作为尖刀强击突入，迅速瞄准目标进行打击。在确认安全后，中检双方参演队员鱼贯而入，完成后续清剿敌人后火力打击，是我们城市攻防作战中的新成员。能开火啊！除机器狗外，中方参演官兵还将察打一体无人机、运载无人机、侦察无人机等，还有这种无人机无人机搭载一个枪托，可以直接呢进行射击。这个应用场景很明显会更多一些，因为无人机它是飞的嘛，它的这个视角啊，对吧？这个高度啊，它是有这个制空优势的你对天射也能射下来不是不能射啊，像俄乌战场就有很多这样的实战。乌克兰呢一直在想办法如何去击落下俄军的这种无人机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未来呢不论是机械狗还是无人机肯定是有更多的这个战场价值。然后美国这边呢声称中国和美国正在竞争机械狗和其他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两国都认为未来战争中机械狗人工智能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而这个美国近一段时间正在测试武装机械狗比如说去年9月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测试了一种可以与步兵协同作战的机械狗，说利用它呢可以远程发射火箭弹这挺牛啊。而且呢美军给这只机械狗起名为山羊。美国的网站报道呢，美国对这个武装型的机械狗越来越感兴趣了而且呢还有外媒发现说美军在测试中使用的机械狗是由中国制造的一款机型，可以在亚马逊呢买到。这些资料显示呢这个机械狗的制造公司位于杭州是一个中国的私营科技公司，叫宇树科技。售价呢基本款为2700美元，高级款呢为3500美元你看就中国造的都很便宜嘛，你看就这样可以发射火箭弹这个场景我倒能理解就这个反作用力它是怎么去承受下来呢？不过无疑这玩意儿去发射火箭弹可能比人扛着要好一些就说这个威力如何是否能击穿坦克或者装甲车。你看评论区说大惑不解第一，美军为什么不用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械狗？前两年放出来的视频呢又是翻筋头又是跳的，牛逼闪闪，震惊四座现在不用了。第二呢，美军用中国产品，这次怎么不拍这些东西被中国控制了呢？万一这些狗在战场上突然起义调转枪口打美军，那怎么办呀？还有人说以后就是上无人机，上面有无人机，下面有机械狗AI 呢操纵直接一波 A 过去就可以了。
还是说啊，建议一，最先进的不要出口给美国，防止他们呢威胁我国安全。建议二啊，出口给美国的机械狗啊，安装上美国人的人脸识别系统。意思还是说这个调转枪口啊，必要时攻击美国人。还说别惊讶，这么多其他设备啊没有上电视，主要是美国人呢对狗比较敏感，就是美国人把这杀狗啊看为大忌啊。他们认为狗跟人这个人差不多的啊，所以你说这个机械狗他们当然也很关注，你那机械猫啊可能不关注了啊。人说为什么要非要加个独立的枪呢？不能合成吗？你看跟我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是我因为我是外行，军用外行，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合成的。人说有整体合成的啊，我估计呢这只机械狗啊是不仅仅用于战斗，而是通用型，所以上面留一个卡槽接口，可以装步枪，可以装火箭筒，也可以用于侦察。哦，这样，那解释通了啊。还有解释说这个波士顿动力为什么没有出机械狗啊，他说波士顿动力基本是一个视频制作公司，所以然后呢中国企业看着视频以为是真的，自己深感落后，于是奋起直追，做成量产产品了。然后发现呢波士顿动力还搁那拍视频呢啊，都会被 Sora 淘汰了啊。外网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褒贬不一。你看就有人踩过嘛啊，说啊需要人类操纵的机械狗啊还真是很创新呢。还是说就是咱们中国啊，说他们啊在过去的50年里有过原创想法吗？就是咱们啊抄袭啊。还是说这不是波士顿动力的一个 spot 啊，就是我一个点子嘛啊 idea 啊。还是说啊该死啊，这个波士顿动力公司居然有中国企业间谍，他就认为咱们偷的技术嘛。当然一些底下人说哈哈，他们确实就是咱们啊抄袭了一切啊，还说咱们这呢是波士顿动力的克隆版啊，我们不需要投入资金研发，我们直接抄啊就可以了，或者通过间谍。还有说这个有人就抬嘛，就说你看中国2010年就推出了这款机械人，你觉得谁先抄袭谁的啊？然后这哥们说呢，他说我查了一下，很公平啊，说这个他们从2016年开始，所以这可能是对的。所以英文我看了一下啊，说 they start there in 2016年，那就说这个 they 是谁呢？是波士顿动力，还是咱们中国的杭州这家公司？我也不知道啊。还有人说，如何重新加载，就是 reload， 就是重新上换弹夹啊，上子弹。你看跟我想的问题一样啊。还是说啊，中国人呀，就是害怕打仗，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总是能暴打中国，而美国必须保卫咱们，保卫咱们中国。还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呢，泽连斯基啊，可以不让这些年仅25岁的孩子呢去送死，而让这些怪物，管这些机械狗叫怪物啊，就是泽连斯基应该用机械狗啊。还有提到呢，说这个美国呀也有自己的版本啊，专门设计的这个民用机械人的这个军用版本，上面绑着带子啊，有原因。比如说啊，这个弹夹用完之后，现在目前看的版本呢，弹夹用完就没有用了。但是美国的版本呢，有一个带内部弹夹存储的皮带供弹系统和真正的这个外部装甲。他提到呢，它的原型动力啊，这个波士顿动力公司，它的设计可能存在问题，包括机动性啊、平衡性啊之类的。反正不太实用啊，他认为呢有很多问题，可能啊波士顿动力可能落后了啊，他们这个目前的所有东西啊更是倾向于吹逼和公关啊。好吧，再说另外一个新闻啊，前体育总局总局长苟仲文被查了啊。因为呢我不太关注体育事业啊，所以看看这个知乎的评论。有人说呢，这个苟仲文，我们叫苟局长啊，苟局长呢他的落马呀，原因很多啊，说之前别人家什么那个啊陈树元呐之类的啊，他的儿子已经被抓了啊，但是呢苟局长他儿子啊和苟局长自己很能扛啊，一直没有去吐露关键的东西，好吧，这是一个点。还有说苟局啊，过去呢对于中国足球干涉呀可以说是一手遮天，而且很善于内斗啊，这说了好多啊，包括说什么这个把杜兆才推上了体育总的副局长啊，足协党委书记等等。又因为呢这个老杜啊，这个杜兆才啊反对他推动的这苟局推动的国家集训队打联赛计划，被这个一度边缘化啊。反正最后说什么呢，说通过不断内斗啊，苟局长呢干掉了很多这个劲敌强敌，而上位的都是他自己人啊，还塞了这个白手套啊。不过这些都是政治内斗啊，他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都是其实还好啊，相对是比较透明的。哪怕说呢，比如说这个他定的集训啊政策呢，让许家印这边啊，许皮带达成一致，让恒大成为国家集训的其中一员啊，用非市场行为呢收割一波95后，对吧？一系列都是属于奇葩操作，就具体我不懂了，就是转述一下。但这次被抓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备战奥运啊，有大量的金钱的这种交易往来啊，有很多利益可以收割啊，还有很多回扣。比如说东京奥运会啊和北京奥运会，而这两届大赛中国体育代表队取得的佳绩背后是在疯狂烧钱。比如说规划呀谷爱凌的费用呢，一年就是几个小目标啊，就是好几个亿。我们在各个项目上啊，在一个奥运周期里的开销都是几个小目标，几十个小目标啊，往这里边去砸，说以高出市场行情的价码不断把钱花出去，这很容易呢滋生腐败。比如说规划谷爱凌的这个事情里呢，就存在清晰的回扣印记啊，导致呢这个苟局长呢把这钱花完了，继任者呀没钱花啊，于是很难取得好成绩了。比如说中国体育代表团啊，很可能会在巴黎遭遇滑铁卢，继任者呢直接掀桌子啊。而他说呢，中国体育反腐下个大雷是中国篮球啊。别人评论嘛，说这个苟局长不懂规矩啊，把事情做绝了，把家底儿清干净了，再留给继任者啊，好处呢他全占了，锅全给甩了，那谁上任都得先干的。行吧，今天俩新闻说这里，喜欢的话呢，欢迎点赞、收藏、订阅、长按推荐、一键三连，谢谢大家。